们一起同心来祷告。我们的阿爸父神，谢谢你，你是有全能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，你有双温柔、慈悲、安慰受伤人灵魂的手，你是那么的爱我们，那么的疼惜我们。我们献上感谢在你面前。今日是主的生日，我们聚集，我们齐来敬拜，我们为了要是更加的亲近你，更加的认识你。在圣经中你告诉我们，我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们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必与我们同在。而且我们更知道，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父神，这么大的恩典，我们真的是谢谢，谢谢你赏赐给我们新的日子，赏赐我们平安，赏赐我们刚强，赏赐我们健康。我们今天在你面前，我们愿意再一次的摆上我们自己，求父神来重用我们，求父神来看顾我们。父神，是的，依靠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。我们因着这样，我们再一次献上赞美，献上感谢在你面前。求父神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，从头到尾都满有神的恩典，满有神的人。父神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孩子在你面前这样献上感谢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我们一起来看三处的圣经，第一个部分。在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十和十一节，约书亚记三章第十和十一节，约书亚说：看哪、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上帝，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、赫人、希未人、比利洗人、格加撒人、亚摩利人、耶布斯人。第二节圣经节在新约的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，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怎么说？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还有一节圣经，在旧约圣经尼希米记八章十节，尼希米记八章十节这么说：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。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，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圣经读到这边，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。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战胜恐惧，赫人